我交代用铁钉爸爸身躯顶的神药啊，效果应该已经发挥啊。没偌久，伊就会精神。啊，不过我拄则你替阮爸切手面的时阵，伊还是拢无反应呢。伊安尼，敢真正会精神？哎，你唔都爱对阿伯较有信心的，伊即马都会精神啊。 金妈，嗯，爸，爸，你真正真心啊？你有听到我咧讲话无？我是小轩的爸。爸，爸，你真正真心啊？我刚才你无在接。是啊，小轩。 爸爸无代志啊，伊不用烦恼。哎呦，都躲伫咧眠床顶啊，搁咧变烦恼啦。老爷子，你的个性同款，遐尔倔强，一点仔都无变。啊！<笑>爸，你刚才呀，是曾教授用伊的神药救你，你才当真心过来呢。小轩。 我知啊，有你来哦，我这条老命就绝对无问题。哎呀，假讲的嘛！我敢像你遐凊彩的人哟，安尼随便啥物人都要交陪。只要我认定你是兄弟，我就保你平安啦。啊，若无，以后是啥物人要陪我行棋钓鱼啊？所以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赶到倒来救你啊！ 感谢感谢啦！哎呦，三八兄弟啊，咱两个交情，你讲什么多谢啦？啊！我跟你讲，今麦全世界，下当我暂时放下一切，可以当破例用新药救的人，就干那一个尔，迄个叫做挂药中，你捌啦吼？你是讲你今麦是用这个？ 上个得个研究迄个神雕来救我，哎呦是啊！即马伊有解，拢咧等我正式公布，嘛等要抢这支神雕的代理权。哎，你实在有够好运的啦，啊！你会当变做这支神雕，要来救世的第一个人。你即马知影你的性命有偌价值啦吼？我知，多谢你吼，甲我的命呢。 不过，像你贵重啦，哦，还是讲你哦，刚刚讲的安尼，我够臭屁的啦！哎呦，迄巴肚啊，这就是我的骄傲，甲自信啦！哈哈哈！哎，是讲这事情的代志哦，嘛都要请你甲小娟，哎，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唔通讲出去哦。教授，你放心啦，这个代志，阮爸之前妈妈甲我交代过。 所以这件代志，我连一点都冇让暂时稳嘛掉嘞。嗯，好，也够啦。我这边等个台湾，除了救你以外，也够一件代志要办。我唔爱让任何人知影我已经回来啊。所以，我的任何代志，嘛请你卖家任何人提起。你放心啦。 阿伯，代志我替你安排好。安尼真好，老兄弟，你做你第一只安全的怎样？有我伫咧，就算讲你嫌你家己的性命有够长，阎罗王嘛未来收你啊！安尼等你好起来哦，还有记得无？顶边迄盘棋还未刷咧哦，输赢嘛也唔知咧。哎，我是未搁再留你啊！